怎么会是你呢？你哥呢？出去收账啦。晚上十点多了，去哪里收账？他们跟你讲？他去小陈家。又是小陈，去打麻将。哎，大嫂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你就让他轻松一下嘛。我让他轻松，谁让我轻松啊？我看这样子好了，我帮你看弟弟，你出去玩，你可以玩到一点回来，我算你1000块就好。1000块？哦，我带弟弟24小时，哎，你哥哥没有付过我半毛钱。好了，算了，今天礼拜六，算我免费服务好不好？你出去玩，真的、啊，你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待在家里嘛，整天绷着脸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难怪我哥要出去透透气。你说话真要有点限度，我哪有一天到晚发脾气？你自己不知道，不相信啊？你照照镜子。你哥是不是有跟你抱怨过我？我真的很想出去呼吸一下。哎，如果你想出去走一走。我真的可以帮你看弟弟的。那哭怎么办？哭，哭就让他哭啊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只要一通电话，至少有5个女人愿意来帮我看弟弟的。你不是在空档吗？空档归空档，迷恋我的人还是很多啊。看到没有？这里面至少有20通电话号码。说得像真的一样。大嫂。我现在正在闭关，所以不想出门。不过我想建议你，如果你有空啊，就出去走一走，玩一玩。要不然啊，你跟我大哥越来越有得吵喽。你说真的，你现在问我要去哪里玩，我真的还都不知道。去找你朋友啊，你不是有朋友在开咖啡厅吗？你找他们喝咖啡聊天啊。要不然去 KTV 唱歌，我记得你很喜欢唱歌的。带弟弟去唱《望春风》。你要唱波破吧，也可以啊。妈，没吵到你吧？小丽，你在哪里？妈，我要回家。现在？我现在就去坐车。真的？那你想吃什么？告诉妈，妈煮好等你回来。妈，我这次回去可能会住很久。很久是多久？3天4天吗？大概1-2个月，可能更久。好了，别哄你老妈了，赶快去坐车吧。哦。你看啥？我看你没得塞车啦。哦。啊。嗯。哎呦喂！乖，莫看，阿妈笑。快点啊！不要笑，等惊笑。哦，边惊惊。阿妈笑，阿妈笑，乖乖吼。哦，还好，这人家不要的废车，要不然还要赔钱嘞。赔什么？你开修厂开假的、啊，自己不会修啊？阿志，我们再来。大嫂，你要不要去嘉兴办学？你要帮我付报名费吗？上来啦，我会小心的、啊。大哥，干嘛？她是你老婆对不对？废话。那你教她，我帮你们带小孩。哎。阿志，每个人都很怕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进来干嘛？别人可以不理你啊，我不可以。谁叫我是你老公？阿东啊。
踩油门。左边是刹车，右边是油门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好，背十次。什么？背十次啊！你不背怎么记得住啊？背。右边是油门，左边是刹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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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是油门，左边是刹车。王美丽，嫁人了吧？赵素华，林家燕，林家燕就是她。吴丽华，这个更泼霸。阿弟呀、啊，我这个囡仔受惊呢，啊你干嘛细细落去念什么啦？你去，你去啦。丽珠啊，啊，再来。你看嘛哩，嗯，车链啊啦，这哪有车链啊？啊，伊就是车链啊，伊啊吼就是去予恁的车夹着啦。敢有？是啊，啊这边你看，安尼四界形四界吼，啊这什么的，我都唔知影呢。电动玩具，电动玩具，嗯，啊当然厝内无电动玩具。敢讲伊啊，你有抱出去外口是？唔是唔是，妈。你看，妈，我来讲哦，伊两个兄弟哦，半暝也唔困啊，啊，要困以前哦，就拍这拍一两点钟久，弟弟啊，半暝拢起来吵起来。阿忠啊，啊你，妈，你都莫听伊咧乌白讲啊，这种声音敢会甲咱弟弟惊着？伊查甫呢？伊唔查某的，感觉无胆。啊，这边这四界的哦，这是啥物啊？这啥物？四界。对啊，你看，无四四角角。啊，厝啦。就伊啦，伊常常哦，无代无志，带阮弟弟哦，遮个工地，遐个工地哦，四界咧看新厝啊，一定伫遐惊着的啦。你骗笑啦，一间样皮屋，起遐细细人惊着，你怎样才会惊着啦？我无爱甲你讲啊。话单是安怎啦？啊，哪会大细声伫迄种安尼？啊，是安怎呢？我要买厝啦，伊卖啦。欠钱是哦？钱毋是讲足多啦，都要付贷款。明珠啊，啊你敢无想我以后要搬倒来住咱遐？咱遐虽是讲较偏僻啦，较砖卡啦，也不过人即马吼真济房地产伫咱遐起厝，你知影？妈，阿忠在遐生理做稳啊呢？唔呀啦，人讲住咱遐吼，来去一间吼修理车厂是比较较无适合啦。啊，不过我嘛有伫咧想呢。想讲恁大家吼认真拍拼赚钱，呀阿弟啊吼阿头某娶娶咧，啊咱迄间旧厝哦，该翻翻咧，那翻起来吼，起个四五间咧哦，以后恁囝啦，阿弟阿的囝啦，啊要娶某就免惊无新娘房啊。妈，你遐想得远个呢？我只要甲顾干净，我顾袂赴啊。我是想讲弟弟后摆要娶某，我想都无想着。恁即卖少年人哦，甲阮这老的想法拢无共款啦。那我即闲的吼，都想讲安尼哦，一世人拼生拼死，加减啊赚一外块，老只只仔孙安尼好好快活用无？啊，家己食苦吼，拢嘛无要紧。妈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咱做爸母食苦是袂要紧啦。不过讲讲要仔儿，嘛啊艰苦有二三十年哦，人生短短安尼，艰苦是袂要紧啦。不过我感觉讲，咱人生活嘛有价值，爱快乐啊。啊，我老啊啦，无一定我的思想吼跟袂着时代啊啦。啊，但像恁恁啦，哦要去学赛车啦，啊我咧，迄矿物车啦、奥多麦啦，啊我拢嘛袂晓骑，啊嘛靠这双脚，哈，啊伫行路呢，啊当行一世人啊，啊我嘛是安尼。
怎么来这里？我去咖啡厅找你，王小姐说你刚走，地址还是她告诉我。有什么事吗？早上你去看小珍，她告诉我她很感动，我也一样，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感到很惊讶。琼芳，我现在很开心，虽然宝宝还在医院里面，还有一大堆的医药费等着我去付，但是我还是真的很开心。我很高兴我一个小孩子，而你又这么体谅我，我真的感到很欣慰。琼芳，你对我的好我不会忘记的，从过去、现在，甚至……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对我的好我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要谢谢你，我要再一次感谢你。爸，这是小孩的满月蛋糕，你收下。谢谢。琼芳，以后你自己要多保重了。我走了。再见。爸，小赵他人不错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他比我好多了。拜拜。叫一声啊，干妈马上就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叫干妈。儿子啊，干妈难叫，叫干爹。明珠，哎，你小心刀子哦，不会碰到我儿子哎。我知道啦，他是你的宝贝。嗯。哎，人有了小孩真的不一样哎。你看胡忠诚那种人啊，都会为小孩子改变，而且改变好多。那是胡忠诚，哼，你看他老爸变不变？有啦。越变越坏，你现在应该还好啦。他只是比较木讷，不会说甜蜜的话。哎，他有时候真是的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可是那句话到他嘴巴里面呢，全部都走了样。你不知道是该高兴还该生气，反正常常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啊。哎，老板娘，吃蛋糕。包费600块。哎，好。嗯。来。哎，李小姐，你为什么还不结婚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他了，他一定跟你说结婚不好，所以害得你不敢结婚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哎呀，人家看看我这个样子，吓死啊！拿去啊。所以啊，你就不要没事跟别人讲说啊结婚不好，结婚不好，你应该告诉人家结婚有多好，有多快乐。这样人家才敢结婚啊。哎，先生，结婚2年了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快乐好玩的地方。哎，啊，怎么没有？哎，我带你去 KTV 唱歌，去钓虾场钓虾，去逛街，这么多怎么会没有呢？那是结婚前的事。怎么可能啊。哎，那结婚以后我们都在干嘛？老板说过会的。好了，你想一想，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事。哎，你对老公都这么凶啊？有吗？有一点哦。哎呦，他弟也这么说哎。我真的要检讨一下哦。啊，都是他啦，他害我变成这个样子啊。老板娘，老板娘外嫂啊，老板娘。好了。来，帮我抱一下小孩。哎呀，乖，儿子呢？我们吃蛋糕。陈老板，今天没有做生意啊？哎，有师傅在啊。小陈说想掉个头寸啊。怎么会呢？陈老板做的生意比我们大，怎么需要跟我们掉头寸？就是生意做大才会缺钱啊，对不对，阿忠？其实也不多了，才20万而已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帮我调这一张票，我另外再开一张3个月的票，连利息也一起算。不然你看利息要算多少？陈老板，很抱歉，上礼拜我刚把钱给投进去，买了几张未上市的股票，哦，没有告诉阿宗，所以他不知道。很抱歉，我们不能帮你。啊！怎么了？
乐昌要打电话来，要去打麻将那个人，他居然要……谁叫你去买股票的？到房间再说了。哎，明珠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为了别人吵架，知不知道？不值得的。我不会跟他吵的，你帮我看弟弟。你把五十万拿去存定存了，你定存就定存嘛，你干嘛骗说去买股票？我不这么说，小陈会罢休吗？啊，他人这么皮耶，你确定他不会要你解掉定存，叫你把钱借给他？那他如果真的是转不过来嘞，又怎么样呢？你会比人家有钱吗？哎，那我就跟你说过，我在创业开修车厂的时候，小陈他帮助过我啊。哦，那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吧？你不是没有帮过他哦。好几次了，我可以算给你听。人家以前每次借钱都有算利息啊，又不是白借。哼，利息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利息。他哪次不是把利息放在牌桌上面，让你当赌本把它输掉？那是我自己手气不好啊，那又不是他故意叫我输的。我就是不喜欢你交这个朋友了，几岁的人了，人好是坏也分不清楚。你不要每次教训我跟教训儿子一样，好不好？人能长久梦。你不要每次教训我跟教训儿子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把那本地存的账簿给我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看能不能借他个5万10万的，不够的叫他找别人借了。我不给。给我啦，他在外面等嘛。给我啦。这是我5块钱10块钱辛辛苦苦存起来的钱，我为什么要给他？他又不是跟你抢，哎，他是借，他会付利息啊。啊，给我。哎，给我，真我！明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要在这里了。你要回娘家？我不知道。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啊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等一下出去的时候，如果他阻止不让你走，那怎么办？我就跟他拼了。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这样子嘛。你不会了解的。你帮我抱小孩，我们走。不要生气了，你说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今天初二要拜拜，你早点回来啊。今天是初二吗？好像是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管了，我们走。让他自己去拜。糟糕，倒太多了。啊，乖，不哭不哭。哎呦，我怎么这么快又倒太少？哎，怎么样？啊，妈妈泡好了没有？我连水都弄不好了，还是你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来泡。来，帮我抱一下小孩。乖哦，干妈抱。哦，不哭不哭。哎，啊，如果以后我当妈妈，一定是个笨妈妈。我刚生他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笨，我连尿片都不会包，哎，后来啊，
而不是什么都会了。哎，要是涂文忠打来，跟他说我不在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弟弟我抱。孩子，你抱。小心哦。弟弟错，爸爸打电话来啊，我不要惹他。乖乖乖。喂。他不在。他也没有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傻比打来的，他要找张丽啊。小孩老婆都不见，也不紧张。